昌在2019年与曾伟昌因为大陆节目相识，因而成为恋人，并于去年低调结婚。先前他曾在节目中坦言，自己家中才打骂教育，所以从小对家的感觉很薄弱，极度缺乏爱与安全感，只想呈现出完美的一面，让他很多时候感到很疲惫。他在外总是笑脸迎人，但一到家就会立刻变脸，严重到老公都很担心，表示他都把负面情绪带回家，极大反差，让人很害怕。这点当时公开恋情也让陈乔恩相当后悔，因为他觉得是自己无辜害老公接受批评，因此心里压力很大。而他也表示，一路以来都很感谢老公，总是给他满满的包容与爱，才能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陈乔恩呐、